日前创作才女王蓉推出了自己的最新单曲《Holiday》，这首歌曲延续了王蓉最擅长的电音舞曲风格，而中英文混搭的歌词绝对能让听过歌曲的人忘不掉。然而歌曲一经推出并惹来了巨大的争议，首先起给这个事件一点卡拉 CC 的歌词说是让人大跌眼镜，更有网友吐槽 我think 这个 woman 已经能要可依了。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其 MV 的舞蹈，女孩子们随着节奏边摆动身体边掀起裙子，大露底裤，简直让人三观尽毁，无法直视。难道王女侠整容整的连节操都整没了，该走低俗路线了不成？如果你这还叫不会 No Sorry No For， 那还有谁能叫会呢？虽然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动感有力的节奏使得网友高呼新一代神曲诞生了，可小编还是想问一问，这编舞是什么心态，作词是什么心态，报复社会也是要讲节操的好吗？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